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虎扑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1428集的节目。我们今天来大家做 New Edge 所推出的战斗马格纳斯，它的一个编号呢是第28号城市指挥官乌大维。可是，因为大家知道我有在 YouTube 也会上传影片，然后呢，我为了这个，因为 YouTube 是一个算是国外的网站吧。所以在上面的标题呀什么的呢，我都会用英文呢作为主体。那么我会上网呢去找一些这些玩具在国外的网拍上面的一些英文的翻译啊。那这一次的这个不知道为什么就不止这一次了，其实偶尔会发现说呢，它会有这种编号，尤其是 NA 吧。像这28号，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在国外的网站呢，它是第27号啊，我不晓得他们之间的一个沟通是怎么回事啊，反正各位知道一下，有时候，我这个 YouTube 上面如果英文的这个名字的这个编号什么，如果打得不太对，包括他们有一些姓名啊，有时候呢，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明明比方说盒子这里，比方说假设他写的是一个叫乌大维的名字。但是在国外的网站上呢，他可能还是写一个 City Commander，而没有写一个乌大维这样的，这是冰山一角了啊！各位知道一下，反正就是闲聊一下这个部分了啊。然后上面的这个字体的话呢，无畏的指挥官大型拖车装甲合体暴走，因为是中文的关系啊，所以可能有一些对变形金刚没有那么熟悉的朋友还会以为这是不是山寨的玩具啊？其实并不是啊。NA 的这个品牌已经在第三方小比例当中已经是站稳的相当沉稳的脚步了啊！这个包装盒我是非常喜欢的，然后这个 G1 的风格啊，经过入坑这10年以来的话呢，也逐渐的呢爱上了这种 style，以及呢如此复古的包装呢，加上玩具呢，尽管它有着比较现代化的一个风格的一个造型啊，这个线条啊。诸如此类的一些感觉，可是它由于体内的话呢，有非常多的合金部件的关系，那合金的成分呢，说真的啊，你要有老玩具的感觉，你是少不了合金的。有合金跟没有合金的玩具呢，在质感上、重量上，这个玩具跟人的互动的这种反馈的力量上，是有很大的差别的。然后这一款就是很典型的呢，这个合金的话呢，就绝对不是乱加，更不是无脑放大的一个非常优秀的 Ultra Magus。我本身对这个人物是很喜欢，做了这么多集啊，大家也应该可以感受到我对 Ultra Magus 的喜欢。那它这个玩具最大的缺点呢，就是它的人形的这个两双手会在肩膀上出现，然后他们的这个包装盒也是非常聪明啊，极尽所能的呢，去回避掉这个角度啊。这个要是我也是这样啊，这经常照相的话，肯定不拍人的死角，对不对？那它还有一点啊，就是我手上这一款，这一侧呢，我是合的不太密合啊。那其他的话呢，就硬要说的话呢，我觉得是这个膝盖这个地方，由于它的这个腿部等于穿了一双很大很厚的鞋子啊。用30块钱日元买到的一个鞋子吧，这个最近也是，哎，对啊，说到这个，又再个离题一下，这个《灌篮高手》不是要电影版嘛，对不对？好像最近都没有看到新的情报了，我是很期待的。好嘞，又提到别的地方去了啊，去回到玩具啊，我最喜欢它的一个部分是它的一个胸口，它这个弧形啊，应该说整个胸腹吧，这个线条的过渡啊，我只能说真是精彩，好看，面雕也很帅啊，非常有这个。其实是很像官方的感觉，非常的赞。以及 Ultra Magus 的话呢，我认为 G1 的 Ultra Magus 的话，因为它有一个肩膀垫肩，所以我其实很在乎它的一个手臂平举的一个状态。这一款的平举状态其实不是没有达到我理想的感觉，我觉得还差了点意思啊，并不是完全能够平举啊，比较可惜。然后它的一个手肘啊什么的啊，手腕可以转，然后这里可以弯超过于90度，腰部也可以转，脚前后左右踢。那我的话呢，大腿这一侧的这个片，这个增厚的这个甲胄啊，增胖的这个部件比较容易掉啊。脚踝也有一个接地，这个地方可以推，再这样过来啊。所以它是真的还是有是坐在外侧这一边。然后它的一个武器的话呢，除了各位画面里头这把大枪之外，它还有附带另外一把也是白色的枪。那用这一把的话，是因为这个是 MP22 号，就是这个造型的枪。那其他的话呢，还有一个。替换那个手掌、手指，还有这个
手部整个是张开的。那么玩具的一个背部我也很喜欢啊，这个特别是这块红色部件呢、啊，它这个反折上来之后，或者是一个合金部件呢、啊，这整个背部的造型就会一整个质感提升很多。这里虽然有暴露的金属部件，但是感觉还是有机器人的感觉啊。从这个地方看就比较碎，确实它的这个玩具的本体，它是很多的小零件去翻折翻转的，但是不得不提它们的用料是真的是蛮扎实的啊。完全能够耐得住这个折腾啊。那这个的话呢，就是它的一个人形方面的一个大概的一个分享。它的一个总高度呢，基本上呢虽然是小比例玩具，但是也跟官方的一个 Deluxe 等级的尺寸大小是完全一样了。那我们就简单的呢来完成它的一个这个马甲跟本体的拆解。从这个地方翻开之后啊，它的一个鞋子的话呢，前面这里没有卡扣，但是后面的红色部件这里呢是有一个卡扣的，我们可以把它往后面给掰开，这样一来的话呢，就能够从侧边的话呢把鞋子呢给翻出来，这样子就可以轻松的将它取下了啊。那如果你把另外一侧这个大腿也给拿下来啊，那个大腿是唯一比较容易去掉的啊，这个后面主要是后面这里打开，这边也给打开，然后呢脚就可以从侧边这里把它给翻出来，然后你就会看到一个还蛮有喜感的一个感觉啊，上半身非常大的一个尺寸，但下半身就小了一点啊。相信很多人宁可反过来啊，我宁愿下半身大一点，上半身瘦一点没有关系啊，腿粗一点无所谓啊。这个地方把这个裙甲给拿下来啊。对了，裙甲的话内部啊有两个洞的，是要把它记得把它给扣进去。然后这个本体这个部分就更简单了，直接从后面这个地方把它给掰开，这里有个组合的卡扣，将它给掰出来，然后就直接再往前面推出来，这样的话呢就把这个哎卸甲啊好了，知道的同学都知道我在说什么，最近逛 B 站的时间是大大的增加。然后各位可以看到了啊，把这个本体变成这个全组合状态的时候，头呢是不能收进去的，头收进去的话呢会影响到它的这个胸甲这一块的一个收纳。那我们这个时候呢就把它变形成一个人形的一个状态，把这个头给翻出来，后面这个红色部件呢是待会把它给放到后面去啊。我们接下来要做的步骤呢是先把它给往上挑起来啊，一挑整个就会全部解开啊。解开之后的话呢是先把这块部件往下翻下来，我们只是要闪过把它给转下来，闪过什么呢，把这个部件呢给翻出来，这整个胸甲整个给提上来，提上来部分呢也只是为了要能够把这一块手臂连接手臂的这个肩膀就类似跷跷板的这个位置啊，把它给做一个180度的一个翻转。这是我觉得这一款玩具呢应该说变形里头我觉得最妙的一个地方，把它给整个翻转到这边，这个翻过来到这边，稍微干翻另外一个角度好了，从这翻比较顺啊。对，就这样的。各位有没有注意到，它的手臂本来在后面，现在翻到前面来，这个时候再怎么样呢，再把这几个部件啊全部的呢给塞回去刚的洞里头。从这个地方可以看到啊，这里这个呢也是待会呢我们可能变形的时候呢会反复去操作到的一个地方，这个时候再把这个部件给塞回到它的一个腋下的一个部分，再把这个部件，它是两层的胸口啊，要说甲应该说车窗吧跟这个胸口是互相叠在一起，然后给塞回去。这个时候的话呢，这个部件呢把它给塞到中间有一个小缝隙，那其实呢只要从上往下把它给压下去啊，基本上它也是可以达到一个定位的。然后呢将这个手臂啊给放下来，这个变形其实是非常简单的，这个部件就往后面直接推下来就行了啊，就完成了它的这个人形态的一个变形，把它做一个简单的一个调整，尽量把它密合的好看一些些。好，这个状态下体型的话呢已经比刚刚小了很多了啊，我们把这个刚刚的那个 Deluxe 等级拿出来做个对比，哎，瞬间变成小弟弟了。那么呢它的话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它的一个领导模块的部分，它这个胸口啊要挑开的话其实不是那么容易啊，所以的话呢我的话呢是会小心一点，因为我那个小的那个皮克不见了啊，就稍微把它给好像会刮伤，哎，有点小心疼啊，对不对，
这个掰开这个地方，其实对我来说比较困难，因为它只有真的只能从中间这里掰啊。嘿，翻不出来是怎么样？喂，搞什么呢？这一块在这儿，它突然出现在我的左手边了，对不对？这个是弹吉他用的那个皮革，一个就很便宜，台币5块钱吧，人民币大概1块钱左右就可以买得到了。把它打开之后啊，胸口里头是空空的啊，因为我是把它的这个引导模块给拿出来，然后这个是一个金属的部件，你要用力的去捏了，你就可以感觉到，不是一股光的能量啊，是一股冰冷的手感会传过来啊，证明了我不是领导模块的继承者，我并不能够使它发光啊，然后呢就可以把它给放回它原本的一个这个胸口的一个位置啊，把它给放进去，然后呢将它给盖上啊，好吧，这个由于这个本体的话其实也是 OP 的本体了啊，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个蓝色的口罩，也是白色的。马格斯，不，应该是说乌大维的话呢，也是它常有的一个配色，只要它是白色的 OP，通常嘴巴都是蓝色，即使是那个异色版的这个蓝色的猛犸象啊，它的一个嘴巴呢也都是变成蓝色的，然后这个地方是稍微会有一点摇晃的感觉，但是还不至于整个松掉，那其他四肢的话呢，可动的话呢，算是超乎想象之外的好，几乎你能想象它要能动的地方它都能动啊，然后手肘的话呢也可以弯到90度。拳头也是可以转动的，腰部可以转啊，腰身可以转，脚的话是前后左右踢，裙甲可以踢开。然后这个地方的话呢，变形的时候呢是变动车的时候是拉下来，人的时候是抬上去啊，然后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接地，膝盖呢弯超过于90度，人物的站立性的话呢就不在话下了啊。这个脚底板呢是非常大的，以及呢专属于这个本体的一把是一个黑色的配枪，黑色的配枪到这。就可以轻松的把它给握持起来。玩具本身的话呢，由于有一些合金部件什么的啊，所以你把玩起来的话呢，确实有老玩具的感觉，但是它的造型呢，又有现代的一个非常流线的一个美感，个人是非常非常喜欢的。那我们现在呢，开始把它变形成一个连接货，连接什么装甲车的一个过程啊。首先的话呢，我们先把这个鞋子的部分给拿出来。我们可以呢把这个鞋子的这个部分呢整个给打开，然后这里有两个凸，它就是要跟这个红色部件呢做一个结合的。从这个地方把它给扣上去。白色部件的话呢，后面这一片呢就不用动了，前面这片把它翻下来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小连接。然后呢，把这个白色的这个大腿的一个增粗部件的话呢，可以塞到这个地方这个缺口啊，这一侧就算 OK。另外一边的变法也是一样的啊，先把蓝色部件整个给打开，红色部件呢跟它做一个结合，再把这个白色部件呢给放下来啊，这里要连成一块板，叫到这儿，然后呢把这一个白色的这个裙甲，不对，大腿护甲的部分呢给收纳进去。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可以先做这个呢，是它的一个人形状态下的一个裙甲啊，这个呢是人的一个下半部，就是上半部，这个时候我们要做的呢是把它翻折上来，是裙甲本来是人形的，穿这样，这个时候你把它穿成这样，然后的话呢，先把这个两侧呢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合并啊，这边合并，还有这里，它是最后一格是上下咬合的，这个时候的话呢，就是把这一个裙甲白色部分朝后面，我们呢从这个地方它是有一个组合的一个卡扣，这里有个凸，两侧都有啊，两侧都有，我们呢可以这个时候把它给先放进去。先放进去一侧，另外一侧也是一样。你也可以先把它稍微打开一下，也是可以的。但是基本上强行扣进去是可以，再从内部呢去把它给捏紧。这样一来的话，我觉得是比较安全的。然后呢，后轮这个部分把它给翻折出来，然后做一个翻折啊。这个是很多的这个 Ultra Magus 的一个腿轮子，几乎都这样处理的。到这，然后的话呢，手部啊这里拿起来。这部分先推下去啊，我们把这个手的话呢，从这里这一块部件外侧这个部件，把它给往下推下来，然后呢，整个手臂从这个地方可以看得出它是可以分开的，整个分开，然后呢，手臂的话呢，整个拉到最长，拉到最长出去，到这样，整个拉伸，这里也是一样的，先把它给放下来，这里放下，然后的话呢，从这个地方有这个裂缝处。
把它给打开，好，然后呢翻出去，整个的翻到最外侧，然后呢把它做一个，这个地方被我碰掉了啊，碰的力气这么大吗？真是，我看一下哦，从这，OK， 原来它是一个，怎么说呢？它是一个卡进去，没有粘死，但是我觉得它完全可以粘死啊。然后这个地方卡扣，把它给扣下去，两手做个简单的合并，这边捏紧，捏紧之后的话呢，其实它是要往下面这里折一个90度到这里来，好，到这边为止。这个头的话呢，翻成到这个角度，它就会到一个底部去了。再来的话，我们就是把这个前后啊做一个组合。组合的时候呢，就是这个地方内部有个洞，就是它跟这个红色的一个图去做一个结合。头的话呢，就把它给塞进去。这里的话呢，就是你可以这样子捏住其中一边，然后利用一点塑胶的韧性把它给卡进去，哎，这样就行了，已经顺利的一个进入了。然后呢，再把这个手啊，这里刚刚忘了提了，这个手因为内部是给折下去的，折下去就可以了。然后呢，两侧是有一个组合的卡扣，也把它给扣上去。好，这个时候呢，它的一个部件就已经整个非常完整了。最后就是把这一个炮弹的部分给组合上，哎，扣上。这期的节目有几张照片呢？货柜车的装甲车是没有子弹，但是因为我从盒子里拿出来的时候它是没有装的，所以就没拍到了啊。这个就是它后面的一个拖车的部分，就算是拼装完成了啊。非常的简单的，也很直觉啊，记忆点比较容易。主要就是这个白色的这个护甲是扣在朝车尾，裙甲是靠在车裙甲是靠前面，然后白色护甲朝后面啊，这个地方是比较容易从说明书里头去看不出来的。那我们示范一下这个本体的一个变形过程啊，可以说从头到脚呢都是很妙的啊。首先的话呢，把这个足部呢从这里整个给滑下来，然后呢腰部回转180度，再来的话呢把这个大腿的话呢这里也翻转180度，最后有一个地方要记得哦，这里裙甲一样，这个头上半身先分开一点点之后，裙甲这个部分啊也是反转180度。好了，接下来我们就开始它的一个变形过程了啊。首先的话呢，我们先从足部开始，把这个地方分开，这里这个部件把它分开，从这里单独的把这块部件分出来，分出来之后呢把它往上面转上去，转上去之后呢，我们接下来处理这块部件，脚这块部件啊，它这里的话你先把鞋尖呢转到侧边去，然后它这些片布就可以分开。分开之后呢，我们要做什么呢？我们要把这一个脚的话呢这个部分转到前方去，你只要记得转到前方就可以了，到这边好，然后的话呢再把这一个部件给打开到这边。那这个打开之后的话呢，就是这里这样直接往前面推过来到这边啊，这个脚这一侧就算变形完成了不知不觉变完了，对不对？非常神奇啊，就这样的。关键是把这个地方转过来啊，如果你没有很掌握好的话，就是比较难去推。我再示范一次给各位看。总而言之，先把前面这一块，前面这一块是单独分开的，扣上去就很紧了。就最近没有指甲，所以变这个抠这些东西我都觉得不是很顺手啊，就原谅一下。这个前几天还是那个官方的那个 size wipe 把我的这个指甲弄伤了。这一片部件单独转到前方，单独转到前方就好。再来的话呢，把这一块部件给解锁，我们要的是呢把这一块部件给翻折出来，好，然后呢你可以转到一个这个方向，我们这个是要往前面折的嘛，然后记得灰色部件是要让它朝在外侧，你只要记得这样就行了，然后利用这个双动关节把它推到前方到这边。那这里就是说呢，如果你没有一开始把这个腿往下拉下来的话呢，这个鞋尖呢就没有办法扣进去啊，然后呢这个部件两片原本藏在应该没有藏啊，在这个脚的侧边的这个银色的这个装饰品的话呢，就把它给推到车尾吧。好了，这个车子的尾部呢就已经算变完了啊。然后记得可以看到啊，这个两片侧裙甲是斜收进去的。那至于这个前方的变形就更简单了啊，原则上就是更简单，我只能说更简单。这个把这个胸甲的部分呢给往外面挑出来，然后这两片往下一拉，把这个胸甲的部分给往下翻下来，然后再翻折180度到这边。那接下来怎么做呢？就是把这个原本的这个
胸下要腋下的这个部件呢全部都给翻出来，先翻到整个都翻到最前方啊，然后里边有个部件翻折出来，这个可以先不用，先不整理，你知道一下就行了。我们接下来要做一个步骤啊，先把头给收进去也行啊，这个你会发现它从头到脚啊几乎都参与到变形。然后呢你要记得手部啊，手部这个地方要把它给分开，这里有一个部件从这把它给分开，这个部件的分开就是怎么样，就是要你的手臂呢是要反折啊，它的目的就是这样，你的手臂要反折。但是现在还不是，我们先把这个手怎么样呢给推到它的一个位置，转到后方嘛，对不对，推到后方，然后呢来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G1OP 的一个车子的一个车头的一个变形。我们先把这个小忙整理一下好了，这个往前面推一下，有连接感把它推一下，把这两片轮胎打横先到这个位置就行了。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怎么样把它给推进去，这个非常熟悉一个动作。然后这个拳头的话呢你可以转一个，这个看过86大电影就知道这个形状，扣进去的话呢里头内侧有一个凸跟它的一个结合，好，在这就记得把它给扣进去。这个部分呢也是并没有什么特别的难度了，并没有什么特别的难度，讲没有特别的难度就扣了半天扣不上那就糗了啊。这里因为我扣错了啊，应该是转，不是转这个关节，是转后面的关节，转后面的手肘了，不是转二头肌的关节。这样一来这个凸跟凹的一个位置呢就会怎么样非常接近了，把它给扣上去，哎，这一侧就 OK 了。那么这一边的变形我就可以稍微快一点点啊，这个地方把这一片给翻折出来，然后怎么样呢，手臂转到后方去之后来一个类似于 G1 那个变形，但是不是手肘正折哦，是要逆向折，而且是折这个手肘啊，不要折到这个地方，到这边把它给这个前面这个都先不要管它，都先往前面推，这样子进来，然后你就会发现里头的这个凸跟凹的一个位置就会非常的接近了，来扣上去了啊。到这边变形已经快要完成了，最后就是把这个前面这个车头啊两侧这两边可以当成是一个门板，它你就想到它这个车门是可以打开的，到这里把它给扣上，两侧挨着这个形状呢把它给放上去，这里有两处的一个小卡扣把它给扣进去，其实也没有说扣得很稳了，红色部件给放进去，然后最后就是把这个车头这个部分它是用一点蛮力把它给塞进去的，塞进去到这边，然后这里有一个结合卡扣把它扣上，以及车底的话这两片裙甲翻上来，这里有两个结合的一个卡扣，扣上去之后它的一个车子的话呢就不会有一个前后啊会有一个下坠的一个感觉了啊。那最后的这个严丝合缝的话呢就是靠大力出奇迹啊，其实也不用很大力了啊，其实这款玩具的容错率呢还是非常高的，就完成了它的一个车头的一个整个的一个变形过程了啊，可以说是从头到脚的每一处的零件呢几乎啊都是参与到了一个变形啊，哎，整个压上去就很漂亮了啊，可以滚动性啊也是没有问题，不过轮子是比较小了一点了啊，好像没有说到非常的流畅，但是也是有一个非常及格的一个表现了啊。然后可以看一下这个红色的防撞，也是这个乌大维这个人物的一个标准的一个配色，透明车窗，白色的车体啊。好，那最后的话呢我们就给它来一个组合的一个形态，它组合的形态呢就是从这个地方啊非常直截了当的把它给扣进去，那这个地方稍微的先分开一下，把它给进行一个组合，就完成了我们这款吴大维的一个全部装备配合起来的一个形象了。那么它的一个前后拖动的话呢，轮胎全部可以着地，前方的转动的一个弧度呢大概就这么多，可能30度左右吧，还是能够拖行的动的。那因为它是一个卡好的一个圆弧，套进去之后有倒钩的啊，所以它是可以完全这样抓住拎得动。那么它的其他的一个玩法呢，可能就是后面啊这个地方啊，我们可以把它给推下来，推下来之后的话呢是可以把这个部件最大到这里啊，非常遗憾居然没有办法拖到地面，
但是它要配自己 New Age 的小车的话呢，其实是只能配这么小的车了啊。你如果是再大一点的这个其他的这些博派的成员，基本上是放不进去的啊。那即使是这个 Bumblebee 放的话呢，也是已经非常的吃力了啊。那么你要照这个车头的比例的话呢，好像勉强算，应该不对，应该这个车子还是大了，应该说这个是小了啊。但是这个毕竟大型卡车，你要跟其他的成员来组合，做一个比例的，可能不是那么容易吧啊。但是我个人也不是很在乎这个部分了啊。言而总之呢，总而言之呢，这一次的这个吴大维的话呢，变形的话呢，可以说从头到脚呢都是非常有趣的，人形的美型度、车型的完成度都很棒，还有一个用的非常不赖的一个合金部件，并没有造成把玩上的不方便，还增加了玩具的一个质感和沉重的一个手感呢、哦。个人给予这一套玩具的分数呢，是从包装盒到内部的每一个部分呢，几乎都可以给它很高的分数的。那如果说各位行有余力的话呢，然后你又很喜欢 Ultra Magus 这款玩具的话呢，应该是蛮值得推荐的。那这一期就跟各位进行到这边，非常期待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